王爷，您刚才看我半天，就是想说我眼圈黑。 OPPO Find M3 Flip 小折叠8月29日发布，邀您收看高光时刻。诸位，今日之事不是我们输不起，是他们南陈输不起。我们北凉必胜！北凉必胜！定王殿下，不请自来，扰人清静，这便是你们南陈的待客之道吗？怎么，平日里三王子这么热衷于看本王是否善饮善战，今日本王特意来请你喝一杯，你倒反而没兴致了。姐妹们，咱们走吧。三王子，难道你不想问一问本王今日何事来找你？没想到啊，你我也有如此对饮的一天。你中了渊罗花的毒，居然还能活下来。我南陈地大物博，神医数不胜数，区区渊罗花不算什么。本王一直没死，真是让三王子失望。本王怎么会失望呢？本王只是觉得有些意外。本王觉得你们南陈的将领都是有血性，宁死不辱的，但没想到你的亲信精锐早就死光了，你还能厚着脸皮苟活到今日。唉，当年与你对垒，看你英勇杀敌，奋不顾身，可如今却如此惜命啊，定王殿下。三王子，你有尝过人血的滋味吗？那你是问对人了，我当然尝过。我也是。滚烫带着腥味和生锈的味道。他是我的下属，也是我的老师。我记得我从军的第一天起，就是他带着我教我。当时他割破了自己的手腕，掐住我的脸颊，把他的血硬灌进了我的嘴里。他的血凉了，又来了一个兄弟。他在战场上可以把他的后背给我。而在生死之际，他选择把命交给我。后来我昏迷了，不记得还有多少人
把他们的鲜血和生命都给了我。三王子，如果你身上背负了这么多条人命，你也舍不得死。你识破了我的布局，对我下了埋伏，一定是军中有人给你通风报信，而且此人地位不低。后来我重伤昏迷，大军士气不振，你却没有趁此例外夹击进行反攻，拿下一个大胜仗，然后以此作为谈判的条件，来为你们赢得更多的筹码。所以我想，那个给你们通风报信的人并没有被你们所掌控，甚至很有可能你们根本不知道他是谁。三王子，我来跟你谈个条件吧。你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，而我承诺十年之内不进兵北凉。你这算是什么交易啊？难道你出兵我会怕吗？那下官觉着你们一定会怕的。我们的定王殿下并未如你们所愿日薄西山，而我们的大皇子殿下少年英气，素来仇视北凉，何况三王子既然定王殿下如此大度，那本王与你做个交易又何妨？给我消息的人是薛孝堂。他一直藏匿在北凉，直至今次和谈，他扮成哑奴跟在我身边。定王殿下，本王这份大礼你可满意呀？哈王爷，这叶幕锦明显不是要真心合作，而是故意要搅乱我南城的内政啊。你也看出来了，此人狼子野心并非和平之辈，我可不信他。他要回去和大王子二王子争位，
却又不可能任由南城稳定的发展，所以他抛出薛孝堂之事，无非是希望南城内乱渐起。可我如何能让他如愿？王爷能这般想，那真是太好了。不过好歹这件事情有了一个初步的结果，现在看来这个薛孝堂才是拒马河之战罪魁祸首之一。他是镇国大将军，在我南陈的威望极高。那年他同我一起出征北凉，北凉军队之所以能够出其不意伏击我们，一定是他威胁了袁成明，拿到了行军图，让我苍梧军一败涂地。王爷，乾坤朗朗，日月昭昭，所有尘封之事，只要你不放弃，一定会得到最终的答案。王爷，你做的已经很好了，他背叛的是自己作为人的尊严，与你无关。今日之后，和谈定会成功，下官真心为你感到高兴。啊，那下官已经帮王爷完成事了，那下官先告辞了。你为什么又跑？最近总是躲着我。难道我是洪水猛兽吗？你不是洪水猛兽，你让我心绪不宁。什么？我没什么，没什么，王爷，我只是下官最近需要平心静气，冷静冷静。王爷，我告辞了，告辞了。什么心绪不宁？他到底在躲什么？阿兄，你真的要回去吗？不回去，恐怕连争一争的机会都没有。可是我们这次和谈没有讨到半点好处。这把火我已经点上了，你要记住，适当的时机加把炭，要让这把火越烧越旺，一发不可收拾。阿兄说的是雅奴，真儿明白。真儿在南陈自是安逸，可千万不要忘了苦寒之地的族人啊。真儿不会忘的。不过，只要能让这把火烧起来，不管是什么炭，都不重要的，对吗？那是自然。叶慕景这个混蛋，终于带着他那些走狗滚回北凉了。你是我南陈的大皇子，在外面说话要注意点分寸。要不是顾及南陈的面子，我一定打他一个满地找牙。如今南陈和北凉缔结了盟约，休兵止戈，这以后边关的百姓总算能过上太平的日子了。是啊，还是定王殿下算无一策，竟能想到以北凉王病重之事为由，先手打乱了叶慕景的谈判。拉扯之下，叶慕景心浮气躁，
先赶着回去，定然就要答应南辰提出的所有条件了。定王殿下在扰人心神之事上，倒的确十分厉害。哎，惊鸿，穆主事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呀？见过定王殿下，大殿下。想挡住一尊大佛，只能请另一尊大佛了。啊，大殿下，您的腿伤怎么样了？哦，好多了，多谢关心。穆主事的医术真是高明啊。你为什么躲我？下官没有躲啊。对啊，皇叔，他没有躲。对了，本宫呢找穆主事有点事情。太后让父皇撤去了你的讲学之职。哦，陛下知道下官一直在忙接待使团之事，体恤下官，这才免去这份劳累的。沈主事，本王有要事跟你商议，所以本王来一趟。大殿下，下官先告退。你不必总为他人着想，也不必总为他人说话。大殿下，您言重了。本宫也不是记仇不记恩的人，之前的事情是本宫错怪你了。本宫也知道讲学之职对于官员来说十分珍贵，我也跟父皇说了，你可以随时回来继续讲学。大殿下，您。本宫怎么了？大殿下待人赤诚，是下官的荣幸，也是天下的福祉。这就是你疏远我的原因。不知定王殿下找下官所为何事？算了，改日再议。你何时待人不赤诚了？哎，还是皇叔说的对，穆卓华此人可堪大用。他真懂我。我不是刘玉那种表里不一的人。此次北凉和谈他也算是立下了汗马功劳，所以我也跟父皇说了，穆卓华讲学之事依然照旧。他同意了？应该同意了吧，这也算是好事啊。哎，所以皇叔，穆卓华发现了燕木槿要走的线索，你都不准备给他求一个赏赐什么的？
没有。擢升户部主事沈惊鸿为正五品郎中，主者施行，昭明24年4月27日，至可。谢陛下隆恩。门下擢升礼部官正穆卓华为正六品主事，主者施行，昭明24年4月27日，至可。谢陛下隆恩。穆主事得此高升，可离不开王爷的提携呀。下官明白，多谢大人点醒。孺子可教啊。哎，对了，明日王爷休沐，正好你可以亲自登门道谢呀。好的，好的。王爷，今日休沐，不然待会儿去药室禁欲一下吧。好。王爷，穆要见你。不见。是。等等，让他进来吧，看看他这回又要编排出什么理由来。下官见过王爷。你如今倒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啊。下官感激王爷提携之恩，又不知道该如何回报，心想着王爷是喜好书法的，又听说文心阁进了一批极其珍贵的砚台，便买来一方献给王爷，还请王爷笑纳。真是让你破费了，倒也是难得。下官感激王爷，区区薄礼，不成敬意的。大殿下，前日跟我提起，想请旨，让你重新回去担任讲学，你意下如何？下官去留，任凭王爷和大殿下安排。我早就嘱咐过你，不要卷入皇子间的争斗之中，你为什么记不住呢？下官没有。你是看着大殿下最有机会荣登大宝，所以你故意接近讨好于他，难道上次皇子斗殴之事你还没有看明白？你若与大皇子走得近了，另外两位就会针对你，到时候你有几条命也都保不住。我知道其中凶险，但是我更怕依你魂不守舍了。王爷说得对，所以你还是要去担任这讲学一职。我要怎么说出口我当讲学一职也是为了远离您啊。怎么了？都不敢回答了？
时不知道怎么回答。哎，我怕深陷其中耽误前程啊。看来你已经做好决定了。武王爷，罢了。你走吧，本王什么都不想说了。已经回来了。嗯，啊，对了，小姐，你跟定王殿下表达感激之情了吗？谢是谢了，但是，啊，但是什么？我一看见他就心猿意马，想东想西，什么事都做不明白，什么事也做不好。那你说我怎么敢靠近他呢？男人啊，可太吓人了，实在是耽误前程。那可不行啊，小姐，你怎么能惹定王殿下生气啊？你现在这样不怕耽误前程啊？他不是说了吗，不怪罪了。哦，但是小姐，你今日看着好像也不太开心。因为王爷看起来很不开心。嗯，怎么办呢？小姐，王爷那般宽宏大量的人，他应该不会计较这些吧？要不然，我再准备一些诚心诚意的礼物，明天去找他，跟他说清楚。都怪我，都怪我自己不争气。我们去给王爷送过去。小姐，王爷家怎么没人了？看来定王殿下是真的生我气了。那可不行。对了，小姐，你之前一直说定王殿下是明什么的人？明德。啊，反正他肯定是那种宽宏大量的人。我觉得咱们只要态度好一点，他一定不会不理咱们的。走去定王府吧。
先是干旱，而后好不容易盼来大雨，等庄稼长出来时，又引来了铺天盖地的飞蝗。密探奏折上说，朝飞蔽天不见日，木行孽地赤千顷，百姓皆食不果腹。老天爷，你是在捉朕的心呢、啊、父皇。北凉王病重，朕又何尝不是有尽当苦？近些时日，连你皇叔都身体抱恙，何谈至少可以保南陈边境安稳数年？可这内忧，想起江南百姓身陷水火，朕就五内如焚，心如刀割。父皇，你要保重龙体，皇叔也该安心养伤，儿臣也不小了，也想为长辈们分担一些事情。父皇，儿臣请命前往江南赈灾济民，还江南百姓一个安居乐业。好孩子，此去江南绝不乏艰难险阻，对你而言是个极大的历练，但也万万没有让你只身赴会的道理。这样吧，朕就给你一双左膀右臂，定能相助于你。父皇是指？自然是穆卓华和沈惊鸿，他二人一人为鞘，一人为剑，若能相互扶撑，定成大事。父皇，我婵儿，穆卓华虽为女子，但她聪慧机敏，又远见卓识，实属良才，你万万不可一叶障目。穆大人的本事儿子已经见识过了，如今对他也没有什么成见，说起来还是皇叔慧眼识珠，一早便发现了这块璞玉，还好我也没有错过。公主是在看江南济善堂寄来的信吗？没错，淮州一带饥民遍地，江南济善堂的存粮怕是撑不了多久了。说到灾情，听闻陛下已经将江南赈灾之事委任于大殿下，他不日便要南下。本宫也听说了。那沈大人应该也会随行吧？毕竟大殿下向来倚重他。你去收拾行囊，本宫要去趟江南。这么着急？事急从权，不亲自去一趟本宫不放心呢。也好，跟大殿下一起出行能省去许多麻烦，而且沈大人在的话也能帮你。把薛将军的画像也带上。是，奴婢这就去。三位殿下可还有疑惑需要下官来解答？待本宫回去后温故知新，下次课上再向穆先生请教。二皇帝可能要失望了，暂时没有下次了。大皇兄所言何意？难道要找穆先生的麻烦了？你以为我跟你要钱？也是，大皇兄很快就要出发江南赈灾了，只是穆先生也要同行。
没错，你才华过人，又出身江南，可愿随本宫走这一趟？下官责无旁贷。本宫果然没有看错人。大殿下，定王殿下那边批复了吗？怎么，你还担心皇叔不批？我是担心他批得太快。王爷，这是六部今日上报的文书，最上头那份是大殿下送来的，说是有些着急。那下官先行告退。定王殿下进宫探望陛下了，这会儿还没回来呢。又不在吗？看来辞行也辞不成了。若有要事，要不然先……哦，不用，那我在这儿等一下定王殿下，谢谢。穆主事，您还要接着等吗？下官要出发了，那烦请转达定王殿下，穆卓华即将前往江南赈灾，特来此行。好，谢谢了。王爷，刚才穆大人来了一趟，好像有事找您。他又来找本王做什么？是啊，谁都知道您近日并不看重他。王爷，听说穆大人已经。